森林，听说啊，这里有很多珍稀的虫虫哎。哦，啊不，忘记介绍一下，我就是虫虫探险家莱恩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。哎，我啊最喜欢珍稀的虫虫了。哎，对了，那你们是来做什么的？看表演。看表演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哎，告诉你们哦，我最近啊练了一些魔术。那党部主委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党部主委的工作就是让更多的大朋友、小朋友、好朋友知道，其实平常在我们的生活周遭，也就是大文山地区，有这么好的民意代表，这么好的议员在替大家服务。像在新店这里，其实就是我们最资深的陈永福议员，还有年轻有活力我们的陈乃瑜议员。